好漂亮。然后今天里面就是水族馆今天没有开门，就是为了这个 event。 看到它，它好可爱。天哪，美人鱼，美人鱼本鱼了。你要拍吗？你看我穿的那个拍吗？这边好好看，这个鱼好 Q 啊，超可爱的。是电梯，我差点摔了。哎，这是那个饮料的牌子吗？对。干杯。这个好像我家会吃的鱼。这鱼真的好漂亮，超级多的鱼。准备回家了，妆已经化了，因为我今天早上九点就起来拍的视频，超级累的，我回家睡觉，拜拜。说话了吗？不是，觉得很尴尬。是说我尴尬还是你尴尬？我们俩都尴尬。不是你这个样子啊，你像只猫。上来了，对。我不要你这一只，太丑了。好可爱，天哪！它上不去。啊，宝宝，它这个它肚子下面有一只宝宝。对，就是这个。它是真的玩。哎，你确定这个不是杂技团吗？我的天哪，这也太可爱了吧！真的耶，在挠痒哎，挠痒的摘东西。打起来了！哎，真的一动不动哎，这个，它真的脑袋好小哦。来了！啊，它真的在互动。为什么它们也一动不动啊？你们长得像个假的长颈鹿，很诡异这个画面。哇！我仿佛它在注视我。今天来到了多伦多的野生动物园啊！我要看那个啊！你好可爱啊！好可爱！也太丑了吧！它为什么一动不动啊？然后脸还是那个表情，它就是长那样是吗？哇，它要走了！哇，还会排队！哇，它们真的按身高排的耶！哇，你看安顺利走了，哇，啊，他们真的牵着鼻子哎。
现在眼睛超级肿的，因为刚睡起了。然后我现在要去买个菜，然后晚上我朋友要来我家吃火锅，甚至连头都不想洗的可能就我一个人了。我现在上脸的是那天在就是索菲亚八折买的那个 CC 霜，自然的就上脸就没有什么粉感。今天超市人好少。22岁第一天，忽略我这两个小辫子，因为为了弄卷发，我现在有点傻。我们现在到多伦多的这个悬崖公园，山路18弯。哇，好好看啊，这边好漂亮哦！参观一下多伦多的海。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去上面看一下，会好看。哎，那个水很脏哎，根本没法进去。但是好像不能爬，走得好累。我们现在来到了悬崖公园的上面，好不容易跑了3个地方都没有找对。哎，这是什么地方啦？哦，这边其实还蛮危险的。我们要回去吗？好了，今天的 vlog 很尴尬的结束。来一个特写。吃完饭，然后现在去买杯奶茶喝。好，干杯。